免费为母亲属的独居长者办理后事的非牟利组织说，近年处理的个案倍升。以前大约是40多50多个左右一年，去年我们做到112，这是一个趋势，独居的长者越来越多。香港人均寿命长，加上近年的移民潮，越来越多长者要一个人生活。我的女儿她已经申请到了，她都说 要去移民了，我就不要生出了。放工一回到来呢，一想起了个老公不在的时候，那嬲都是嬲，即是为什么不陪我耐啲咧，咁孤零零一个，失去另一半，同仔女天各一方，点样先可以帮佢哋减轻孤独嘅感觉呢？66岁的潘宝霞间唔中同外佣会去街市买餸，佢话相比以前买餸的次数和份量都少了很多。嗰时女喺度啊，三餸一湯啦，啊而家就2餸啦，而家少了很多啦。宝霞原本同丈夫仲有外佣一起住，每到礼拜六日结咗婚的女会翻嚟一起吃饭。不过去年这个屋企起了变化，患认知障碍症的丈夫入老人院，同一时期个女移民澳洲，霎时间屋企就只系剩低宝霞同埋外佣。2020年已经话咗俾我听啦，佢话佢已经申请到啦，我听到我咪唔出声咯，即系我都冇出过声啦，佢都话要去移民啦。是咪？你去移民，我咪唔好生出啦，挂住都冇办法啦。宝霞两个膝头哥做过手术，行得耐就要坐轮椅，所以平日除咗去日间护理中心同埋去老人院探丈夫，佢多数都系留喺屋企。唔玩啦，依家唔玩啦，服务了宝霞一家接近6年的外佣冤冤说，太太口头禅话没问题，其实觉得她只是故作坚强。都很多嘢是不开心的啦，我咁样瞓够时间咁样就好难都咁样，即系睇电视，自己一个人睇电视咁样都会，阿太太反应就唔会讲出嚟嘅，即系同人哋唔会讲心思，自己忍住。时间不容易过，宝霞每日最期待的时刻就是同已经移咗民的女文斯同女婿倾电话。食咗饭未啊？未啊，未食饭啊？煮系咪啊？煮碗粉都好啊，你唔好食杯面啊吓。听到你有时食杯面啊。月尾你生日啊，你想要咩蛋糕啊？我整个蛋糕俾你食啊。是但啦，咩都好啦。咩都好啊。咁你几日谂下啦？你想食咩蛋糕啊？咩都啱啊，咩都啱。最紧要而家望望清楚个女婿先。望到啦，瘦咗啊，瘦咗。差唔多啦，都系咁上下啦。3年前，个女文斯决定移民澳洲，就开始着力安排父母的生活，包括安排有认知障碍症的爸爸入住老人院，同外佣续约在屋企照顾妈妈，又安排妈妈到日间护理中心。另外，亦都喺屋企安装咗2部闭路电视同平安钟，以防万一。离开咗香港头嗰2个月，基本上我每日都睇住 webcam 嘅，我都见佢有情绪低落嘅。所以都會 keep 住就係每日同佢傾電話啦。佢好多口頭禪嘅，成日講冇咩啊，OK 啊。你見到佢其實可能有時眼腫腫啊，或者見佢就
有人话建立一个习惯需要21日，但系屋企人离开身边，要习惯独自生活，对宝霞嚟讲就需要更长时间。日间护理中心的社工话，睇到宝霞改变咗。婆婆嚟到中心嘅时候咧，其实佢都系一个都会讲，即系中意讲嘢。我哋见到佢，当知道阿女要移民之后咧，变得可能沉默寡言咗啦，即系有嘢谂紧，又唔系好想沟通，又唔系好积极。当遇到嘅时候咧，主动仲同阿女联络翻，安顿好佢同先生嘅，即系喺阿女离港之后嘅一啲照顾安排咧，对婆婆都系安心啦。中心嘅老友记啦。跟他開解一下，跟他玩啊，打下牌啊，主動聊一下他啊，幾方面的支援對婆婆來講能夠過渡得容易一點。人口老化加上近年的移民潮，不少長者都要面對獨居。從事安老服務多年的梁詠欣說，有計劃移民的仔女應該盡早讓老人家有心理準備，必要的時候更加應該尋求社區支援。知道屋企人係會離開香港，孤單感就會引申可能係情緒啦。知道有啲老友記就會可能失眠，可能會食得冇咁好，瞓得冇咁好。就係、是、社區上面其實都有好多出路嘅，即係譬如長者中心或者真係日間護理中心，其實我哋啲專業嘅同事都係可以幫幫口、幫幫手。咁可能佢對住屋企人未必講得出，可能有好多情緒上面嘅糾結。咁但係可能透過專業嘅同事去同佢哋傾嘅時候咧，相對容易啲知道佢哋個心裏邊諗啲乜。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喺舊年年底到今年二月，用問卷訪問咗203個長者。发现36%有仔女在2020年或以后移民外地，当中超过60%移民仔女是长者的最主要照顾者。调查亦都发现，有仔女近年移民，同时有明显抑郁倾向的长者百分比，相比冇仔女移民但系有明显抑郁倾向的长者百分比高出大约1倍。另外，有40%的留港长者因为仔女移民，记忆力变差，同埋多咗失眠。其实不只是仔女移民的留港长者会经历孤独感，老伴过身的长者亦都是一样。每逢星期三同星期六的朝早，这间面包铺会免费派面包给区内长者。72岁的赵桂香香姐是其中一位派面包的义工。早晨，早晨。老板娘话：香姐，你而家冇做嘢，过嚟帮下手派啊面包俾老人家咁。咁我话好啊，咁咪一直做到而家咯。都算是打发时间。即係唔使自己去諗咁多其他嘢。喺廣州出世嘅香姐，1989年同丈夫結婚之後來港定居，個女一直選擇留喺內地。香姐之前係私人屋苑嘅清潔工，丈夫係保安員。15年前的一日，丈夫突然身体不舒服入院。老婆啊，我成日都流鼻血啊，呢排系咪燥热啦咁样？佢话煲啲凉茶我饮下咁样，咁我啊煲俾佢饮啦咁。佢话老婆啊，我系咁流喎，咁我话不如你去医院睇急症啦咁。但是我就冇諗到佢咧，入咗醫院睇急症之後咧，就冇得翻出嚟。醫生診斷香姐嘅丈夫骨髓出現問題，留院個幾月就過身。當時香姐個女同親戚全部喺內地，丈夫突然過身，佢話當時最驚嘅係放工翻屋企，
嗰种孤独感好似洪水猛兽等紧佢。放工一翻到嚟咧，一谂起咗个老公唔喺度嘅时候，剩翻自己一个人，即系明明佢喺度陪住自己，日日都翻嚟一齐食饭啊，有偈倾啊，咁佢一走咗嘅时候，剩翻自己一个人，孤零零一个喺香港，咁快又就离开我，嗰阵时真系有啲嬲佢啊！點解唔陪我耐啲咧？陪多我長啲時間，唔係幾好咩？向姐話：失去重心嘅生活並唔容易過。丈夫離開頭三個月，佢茶飯不思。喺嗰段時間，同一條屋村嘅另一位太太嘅丈夫都過咗身。两个同路人互相问候同关心，向姐话心灵得到好大嘅支持，喺大半年后开始慢慢适应独居生活。佢唔走都走咗咯，即系正如佢哋啲人讲，就向前睇就唔好再翻转头望，唯有用工作又用义工嚟消磨时间。冇人聽咧，我哋要上門拍一拍。你去揾樓下嗰個看更姐姐問下發生咩事。如果唔係咧，就好似我哋其中一個會員咁樣樣，死咗喺屋企都冇人知。同區另一條屋村嘅長者喺今年年初組織咗個名為户户探嘅活動，定期上門探訪、打電話關心村內嘅獨居長者。向姐都有意參加。負責統籌的社工說，活動的意念都是由長者自發想出來。移民潮發現有很多老人家過年過節的時候就只剩下他一個人，有些老人家的情緒比較差一點，於是乎我們動員義工力量，發揮一下一些關心啊，一些社區的探訪啊，同聲同氣，他會覺得有人明白他們，他們明白到當子女大了有那種空巢的感覺，他們自己會懂得大家去互相分享怎樣去打發我的空餘時間。我來了呢，向姐依家一個禮拜有三晚會邀請鄰居姨姐一起來吃飯。啊，你最喜歡吃蒜蓉啊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吃條菜先。67歲的姨姐個仔一家人去年移民英國，剩低佢一個人獨居。姨姐話近一年學習緊接受同適應，好彩得向姐邀請自己不時一起吃飯。嗌交有時點解要炒呢啲菜啫？咁佢都會有反應。咁啊嘛，如果我一個人住，咁就冇反應咯。係食菜就食菜，食飯就食飯啦。佢又係一個人，我又一個人，大家食咧就比較開心啲咯，好過一個人食咯。開心嗰啲又可以 share。不開心嗰啲又可以大家分享啊，咁樣樣咯。我冇結婚，我唔中意自己自由啲啊嘛。天冷來當被冚啊啫，我唔怕嘅。下一節，獨居但係並唔孤獨嘅馬姐，細數走過嘅人生路。Thank you.
人人叫做阿姐，我叫做潘柳葉，我是馬姐。衣件衫系我店铺买俾我嘅，姓黄嘅 Annie Wong， 佢观众街时佢住行过架车行过买嘅，佢见到个颜色，佢话阿姐啱着爱衣衫咁样，咁就买咗一码布，我中意着衫啫，你做咗两件衫啦。呢两件马姐衫承载住昔日雇主对潘柳叶嘅赞赏同感激，亦都系佢超过半世纪打住家工生涯嘅见证。93岁嘅潘柳叶，家乡喺番禺，屋企有六兄弟姊妹，佢排第三。成长喺动荡时代，屋企重男轻女，佢冇机会读书，17岁就开始打工养家。我老豆叫我耕田。我唔中意耕田，亦又看牛咯，我都唔中意。我话我要做工。同当时好多珠三角嘅女仔一样，潘柳叶离乡别井，由家姐穿针引线嚟到香港打住家工。我同阿姐两个影埋相，佢嗰個事業部，即係隨你船廠咧，姓羅嗰啲個家人家，佢見到我又肥又白，叫佢嚟幫我湊仔啦，咁樣就叫我落嚟香港湊仔咯。落咗車咧就坐人拉嗰啲車仔啊，拉到佢屋企門口，疏嚟士巴利路咯。馬姐係嚟自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地區嘅住家女佣。早年那个区有女性立誓不嫁的风俗，被称为自梳女。他们大多数在梳丝厂工作，后来行业式微，就转到港澳、南洋等地做家用。潘柳叶总共服侍过6个家庭，做过近身，帮市头梳头装扮，亦都曾经负责过打理家头细务，后期主力照顾年幼的少爷仔和小姐。瞓瞓下都嚟揾我噶，唔拉佢媽咪瞓嘅，拉拉手瞓覺咁樣，好親熱噶，湊細蚊仔好親熱噶。湊小朋友工時長又辛苦，不過就換嚟好似屋企人嘅關係。去咗英國讀書都有成個月都冇瞓得著啊，掛住佢啊嘛。成日都有兩個人喺度瞓，而家變咗一個人瞓。佢打翻嚟就喊咯，阿姐，我要掛住你啊，我要見你啊。佢話俾我聽，我成個禮拜都冇洗過衫啊，咁樣。我話你揾啲人幫你洗啦，佢話冇人洗嘅，嗰次佢係自己洗嘅啫。潘柳叶话：当年做马姐嘅人工吸引，80年代中期佢嘅人工比一般打工仔高，加上同几个市头嘅关系唔错，所以佢一直都冇转行。嗰阵时5700银咯，就一个月做双郎啦，一个月就做3000咯，咁咪14个月咯。做工厂系搵唔到咁多钱，即系又要开伙食咧，又要住屋咧。我去咗打工，我又唔使，样样都唔使。喺异乡打工，最主要都系为咗屋企人。潘柳叶将大部分嘅人工寄翻乡下，供养父母，照顾细佬妹，做佢哋嘅南风窗。我要搵5蚊，我就行埋寄晒俾阿妈咯。嗰阵时冇咗个老豆，阿妈成日都喊啊嘛，又系。咁啊，我咪寄錢嗰個佢又起屋嚟做新抱啦。我真係等落兩個細佬啊嘛，咁咪就起屋嚟啲細佬結婚啦，交學費咯。女仔男仔咧又去讀書，你唔讀書你就笨。我話我而家唔識字，拎住嗰個地址
問到東問到西都唔知道上樓。阿媽冇講多謝嘅，阿媽淨係講句話：阿全抵你啫，若果唔係啊，邊至起到屋嚟啦？你就要結婚啦咁樣。唔少馬姐係自梳女，立世不嫁。潘柳葉並冇梳起，不過又好向往自力更生，所以就算同樣係打住家工嘅家姐嫁咗人，潘柳葉仍然堅持不分。我冇結婚，我唔中意，我中意自己自由啲啊嘛。二十蚊仔要公司教學，要用好多錢噶。潘柳葉21年前退休，當時佢72歲，先至第一次同教會朋友出埠旅行。近年左腳膝頭哥生骨刺，行動唔方便，佢大部分時間都留喺屋企。我天冷來當被冚啊！即係我唔乜嘢都唔理，我自己一個人生咪生，熟咪熟，唔緊要。已經過咗台背之年。潘柳葉堅持自己照顧自己，樂觀面對剩低的人生路程。我而家冇咩希望，好嚟好走咁就算數啦。死咗咪就火葬，買個骨灰龛。我中意揾個樽入住，買個地方住咁樣。即係好似我而家講，我自己住好一間屋咁樣幾好。我喜歡是這樣